按表收费啊。收，过来修自动空调，不通电。看看，我扣往外掰。这是什么？是这个？看不见。打开了，打开了，直热，行了，行，26度，外机在哪？对吧？它是外机。外机，外机在哪？外机在哪？走，我跟着我走。楼顶上全是三星的啊，中央空调外机。180的，苏州三星有限公司，外机，内机一点反应没有，不启动。这一台外机不运转，一会儿拆给看看。拆。哎呀。设备，现金。拆啊！这有没有拆？这个劲儿，还没有磁体呢。能拧动就行了呗。我这玩意儿有劲儿。我有劲儿，有劲儿太重了，拿不动。那边的拆，斜路板在那边呢，电控箱。在这呀。这压缩机，那个压缩机，俩压缩机。气液分离器 ，R22/402/407C 和410A 的。看这小细管啊，特别特别细啊。三星的空调。管子特别细啊，8个的，那格力的是10个的管啊，他用的8个的三星的，电控箱子，电子膨胀阀，这是电子膨胀阀啊，带电子膨胀阀的，接流的。这个是4层阀，这么老大。画像呢？把这盖拿下来吧。这有俩螺丝。电控箱。这个地方是电控箱子。这个空调是变频的，变频板。变频板啊。电抗器在这儿，里边有个大电抗器，里边全是滤波电容，变频的滤波电容，2、4、6、8个大电容啊，一个板上有8个大电容，下面还有一堆电容啊，变频的，里边还有块大板子，这面还有一块。后边有4块大功率板变频的，控制芯片，这个线别人来看过，给拔下来了。